郭老师，出事儿了！大家搞这么沉重干嘛？鼓掌！诸位，长风就交给大家了。 还得靠您多指教，多帮忙。以后大家在一起共事，多帮忙，多帮忙啊！队里出变故了，可能以后你就不能再替我去支队了。为什么呀？从明天开始。 所有支队的在编人员都要按时间进行指纹打卡。怎么样？系统没问题吧？那我先试试啊！来，我先来。哟，你看这指纹很清晰啊！来，你先试试。怎么着？我没听错吧？指纹打卡。 你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施局是住在这儿吧？施局，谁呀？在。哎，哟，小关呢？快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我来看看你。啊，哎，这么多年您还住在这儿呢？哈。是我一直住这儿。哎，你说你这个小子，啊，当年我在长风的时候，你连政治部那个门都不进。哎，后来我到了施局，这更不见着你的影了。现在可倒好，我这退下来了，父亲在家，你倒成了。 第一个上门看我的人，说来惭愧，我今天找您是希望您能帮我个忙。我来这里的事，不会有人知道吧？啊，不会有人知道，我今天休息，我今天谁也没有见过。啊，我需要一些抗生素。抗生素刚刚给你打掉了，我没有抗生素了呀。 抗生素真没有了，千万不要了，你饶了我吧！我就是好奇，你耗哪门子劲？好奇这督察总队的领导怎么个写检查法？哎，大家说这活儿能停就停一下啊！那个没事的，先回去去录指纹去。 你们里头的也是，没事的先录指纹，啊。师傅，坤子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啊，黄。行，你们先去，我在这儿先盯会儿吧。哎。感谢配合啊。来来来，小雷是吧？雷大力，来。哎。关老师。左手还是右手啊？右手。 右手，我肯定是个责人之心责己。